在全球 5G 标准必要专利声明中，来自我国企业的占 34%， 居全球排行榜首位。据介绍，标准必要专利是指为实施技术标准而必须使用的专利，是对科技行业来说最核心的专利。据北京市经信局统计数据显示，截至2019年3月，共有25家企业披露了1.3万多组 5G 标准必要专利，其中来自华为的占 20%， 位居全球企业第一位。截至今年9月，在 5G 关键技术领域，全球范围内已公开专利申请总量为7万多项，其中向我国提交的申请量为19334项，约占总数的27%。